房间跑路吗？好，想要看吗？想要看吗？我要那个一个鸡腿便当。这只拍出很抖的感觉呢。你看我的唇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很抖了。哎，小要不要让，想要看吗？想要看吗？OK。妈咪看吗？妈咪看吗？我看到这，我看了，这么像。它一样是通，我记得是都是通到那个大草皮那里啊。呀，这是来冒险的吧？哎呀，快点！3、2、1 ，Hello！ 哎呦，回音呢？Hello！ 那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让你碰到墙壁，又回来的。哇，这边你们来看吗？这里啊，对，以前我们在那堆而已。这景色怎么这么漂亮？快点，过来。不会不会，来，爸爸已经站很久了，来，快点，这边很漂亮，快点看3秒就好。来，帮你拍照，过去正好拍照，快点。来这里，来妈妈这里就好。来妈妈好，这里3。嗯。快点来。快点快点快点。这边这边。快点快点，一张这里就好了，拍一张，拍3张照片就好，在妈妈前面，在妈妈前面过也是。在妈妈前面。对，快点。在妈妈前面，后退一步，在妈妈前面。对。过来一点。好，来3、2，笑一个，等一下笑一个，再笑一个，猫咪手放下来，再笑一个，3、2，再笑2个，拍一张照片就好了，快点，眼手放掉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放那个子弹那个，你没说是洗澡，是泡台啊？没有，洗我想下去。放那个，从那楼梯下去啊，快点。放那个泡台的那个，我要从这里下去。行。那楼梯更。妈妈，妈妈这里有小东西呢。哎，妈妈。猫咪过来，我这边。猫咪，妈妈在上面。你以前是大炮。是啊。对。喂。喂。里面需要买便当吗？哎，谁跟你买便当啊？啊，就是那个。防守的时候啊。对。便当一个要100万呢、哦。它能挖到地下下面那一层楼了呀。哇，好棒哦！底下有个房间啊。打仗打完了，爸爸，你待在那里，你待在那个通话口，我妈下去看一下。哦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对啊，底下这一间而已啊。打赢了吗？我？打赢了吗？我要那个一个鸡腿便当。啊，你们要100万哦。是
百万鸡腿便当，一个要1000万哦，千万不要吃鸡腿便当。嗨，你看，请问你家有叫鸡腿便当吗？小猫咪，走。哇哦，这个要有点小心哦。这个，等一下，爸爸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有点滑了。要抱抱？对，不用抱抱，我们用这样，用这样下去的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观察一下路线该怎么。妈妈，妈妈先下去，好不好？我先下去。等一下，我要观察路线。牛不要再叫了。那不是牛，那是在除草了。那小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要滑。这没办法抱。要滑滑，用后退的，用后退的来。妈咪，等一下，用手的，用手站起来，用手的。等一下，我有这个。妈咪，你等一下啊、哦，好。哦，小心啊！你去跑，去那边等。好，在那边等。我的路线跟你不一样。好的，小心啊！我的路线跟你不一样。小心，不要那个，这边旁边都是悬崖，我们要靠旁边一点，走中间一点来。爸爸先慢慢出蜘蛛网。啊，这边有蜘蛛网。对啊，以前爸爸妈妈在这边看过等，看萤火虫，然后坐在这边等啊，然后等了好久，天快黑了才走下去。